欢迎雀雀上面巴克饭，谢谢，欢迎老粉了，老铁子了。一看呀，换人了，是不是？呀，封面还是那个封面，咋还换人了呢？哎呀，真快回来了。拴上了。嗯，不拴上他不老实。勒死了。勒死勒死呗。是不是？一看，妈呀，咋换人了呢？你不能喂。明明我去洗衣服了，好嘞，好嘞，改变，有机会见，明天见，明天见。哎呀，我靠一会儿吧，不然这腰实在是受不了了。哎，这腰老疼，明天见。我也快了，我再有十几分钟也下了。我一会儿也得洗衣服，我攒了好多天的衣服，我也没洗呢，啊，泡在洗衣机里边了。然后就是没空洗，今天就洗了。欢迎大家啊，欢迎每位进来的铁铁们。啊，老腰老疼了。哎，这回看看还老实不？让成天跟我奔儿吧。这回再让他跟我奔儿吧吧。佩佩，这回老实不老实了？这回他就能老实了。这大风。不行叫，你再叫我也不给你松开了。欢迎找各种主播，欢迎。拴两天就好了。你说那大锅我没法弄啊，我合计了，我那个大锅是有，锅台也有，搁哪儿都不行，因为卷圈全是柴火，不是柴火就是别人的那个什么。那个房后不行，房后现在进不去。嗯，不然房后还挺好的，但是左右都有苞米杆儿，然后我家前边还全都是别人家的柴火垛，我自己家的，然后这左右邻居都有这个柴火垛，这大锅也没法弄了。哎呀，腰疼。你哼哼，我也不能松开你了，你就这样了，以后你就过这种生活了，气得直哼哼。佩佩，佩佩，眼皮都不聊啊，佩佩。这回让他天天淘气，这回天天淘吧。那毛毛，待会儿我给他找一个金毛，
你毛毛找个金毛，那个金毛是金黄金黄的，我可稀罕了。